要是错一个就挨打。张德导，好久妈妈没有检查过你的学习了，最近学到什么新东西啦？透视法，看大树，分小树，透诚实，加胜处。嗯，好棒。你来给我出题。可以，出个题吗？行，我想一想。嗯，九加七。七个好朋友是三。我背一下，一九一九好朋友，2828所中的三，就是三。对，但是我们是看大树，分小树。对。但是我们老师就让我们学那个凑十个。我知道呀，但是现在我把分号放在七下面了。看到九想到几？看到九想到一。对，七可以分成一和。一和六。好，凑成十，然后九加七等于几？十六。对，很棒。现在我们要把多的写到那个等于后面。嗯。不像我们中一班的时候写到谁？对。现在升级。嗯，好，你自己给你自己出个题。加，我想想，5+9。好。我的好朋友是我心头都可以。嗯。我的好朋友是我，然后九可以分成五和四。嗯。凑乘十，加胜数，十四。对，很棒，太厉害了，宝贝儿。因为这个老师教了很多遍。哦，但是我想问你的问题是，不是看大数分小数吗？为什么你把那个大数弄来分的呀？有时候搞不清。我们老师有时候就教我们这个。都可以分是吧？嗯，行，那你把一九一九那个背一遍，来开始。一九一九好朋友，2828，等一下，一九一九好朋友，2828，很歪很歪，对。2828，手拉手，三七三七。三千里，4-6-4-6，一起走，五凑成一三手。嗯，很棒。我给你出个题，嗯，不要想着凑十个。好。6+7。好，6+7是吧？好，行，好的，我们把这个题出给叔叔阿姨他们做好不好？来，过来吧，宝贝儿。离开。我也走，来吧，嗯。不要告诉他们答案。好的，让他们自己做好不好？然后到时候让君老师改作业，可以吗？可以改作业。嗯。要是错一个，就挨打。